白行换斗，有现代的抱弥陀印站立姿势变位，右手先斗向左拆，先伸过来手，同时左手向后放在自己的右大腿胯外拆，这时候也看着左手的运势来进行运转，右手由自己伸前下方向右上方举过自己的头顶，也始终随着右手转。再接着左手由背后起来向上，和这个右手靠拢，靠拢之后稍停一下，稍微停顿一下，接着再放下来。再接着变成左手先动，左手由左拆向自己的身体右拆，先伸出去，右手呢这时候放在自己的左胯外拆，这个时候也仍然是随着左手的姿势进行运转，左手从下方举过左上方，超过自己的头顶，目平视左手，这个时候右手由左胯外拆向下向上举过自己的头顶，和自己的左手汇合，稍微停顿一下，接着再落下来。这些动作呢，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，可以反复练习，抽其中的一个动作进行3次、5次、8次的练习，也可以练习1、2次、2、3次，也可以进行多次练习。为了大家的学习，我们把它有的做成2遍或者是10遍。好，我们大家一块来把摘星换斗演练一遍。把摘星换斗的彩面动作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。